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tephen。那么欢迎来到关东杯的视频，终于开始了，好开心啊！好，那么一大早，困得要死，而且我还忘了改了一些配置。我的耳机先挂哪里好呢？那么好像早上不好找人了。我忘了把一些配置改一下，我就直接开始了。我昨晚一直在思考该用啥，不该用啥。然后就想了把一些东西改一下。这次还是忘了改。好，那么我们这一场是和 Mike 加拿大的1501。操！好，哎呀。那么水部火部雷丘，胡蒂阿莱克塞姆，还有这个叫啥，耿鬼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非常弱。我为什么刚才说了阿莱克塞姆？应该我要说快龙呢。我们可以看到他非常的弱阿莱克塞姆。那么首发很有可能是雷布，但是他对我耿鬼的压力很大呀。如果他首发快龙的话，我就直接十认了。水部首发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水布真的是好烦的一个东西啊。那么，应该是特耐象了吧？如果我的能撒出钉子冥想三次的话，这把应该比较稳。卡比说，不，我的 slow bro。好，入水。果然是立刻烧伤了，真烦呐。他不可能上雷球，所以直接电磁波。球雨？难道他的雷球带打雷的吗？你要干嘛，球雨？难道你要打雷吗？我操！你还是 hydration 的，尼玛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先回个血先，热水强打，好烦啊！烧伤，我不在乎他的那点鸡毛的伤害，但是烧伤真的是很烦人的一件事情。好，那么他大部分伤害都是从烧伤那里得到的，这也就是，我没水了，这些东西和showdown上面的东西都差别好远呐，我们 champ。我太习惯修正上面的队伍了，这队伍真的差好远了。Wake up 是干嘛的？
我不知道他要想干嘛呀。 Knock off， 我操，这 CT 了吧。你要想干嘛呀？哦，我不知道你想干嘛呀，同学。为什么你会在打落呀？又打落。The yellow color。求你别换人了，我不想现在把你收了。是这里应该打的。哎，他不换，他不走，你就让我。哦，你为什么在打落，同学？对，刚好麻痹了。快换你的红鬼出来吧，让我打死你。嗯，根本不像修道上面的队伍啊。哎，别 CT 就好了。好好好，伤害完全看不到一样。他垒球其实是不是，他垒球是不是有昂口的？歪球，哎，不对哦，歪球可能有爆眼睛。但是他带了打雷，很有可能有打雷的吧？我也没见过雷球，我是第一次见到雷球。我的直觉告诉我别这么干，因为他会有那个电推的，还是某种电吸绝招。哎，算了算了，不躲不躲了，我都忘了，我以为雷丘是特工的。因为我突然想起前几天我看打 BGC 一六的时候，雷丘会带爆炎电，不是爆炎电击，我怎么觉得爆炎电击是什么？为什么电磁波呀？你妈，浪费了我！哎呀，我操！哎，算了，不管了，不管了，不管了。既然我都这么选择了，就不后悔了。哎呀，刚才本来是直接推对了吧？我会被强打把他打死了。哎，但我强打为什么要上胡地啊？这也是最醉的。还好不过半，幸好不过半。过半了，很好，血都过了，哦，输了。哎，我也是醉醉的，我为什么要上胡地啊？我简直是醉了，被我的，哎，傻逼。Please don't wish protect， 哎，我也是蠢的要死啊。
秋玉，我忘了，这不降低了你自己的伤害吗？哎呀，我为什么要上虎地啊？刚才上耿鬼不好好的吗？而且这样耿鬼我不敢对着他挑拨。雷丘，雷丘刚才用啥电磁波？那么我必须，不让他上电磁波的情况下，我的龙我一次可以推了。哦，果然还是电磁波。那么，点发十人吧。换手，换上是 Machamp。 为什么会上 Machamp 呀？这 CT 了吧？这没有 CT 打这么多。难道他没有可以打我，打得动我雷丘，我那个叫什么叉，我戴河马的技能，他雷丘，冰拳，别动作，别停了。难道他真没有可以打我戴河马的技能？那么就不客气了，直接明抢了，我就不犯第二次同样的错误了。为什么他叫他麻痹一下有这么难呢？应该我有七成血，好像是打不死。其实我没有七成血，我只有六成血。那么120不是好像可以打到的？这滚鬼这么……哎呀，我的脸真的他妈差的狗一样啊！我这是日了狗，哎。但是好像没什么问题了。应该没什么问题了。我再上他的狗了，反正我不需要这些东西了已经。电反。难道你就电系攻击吗？我还是没睡醒啊，而且隔壁在好像在装修，我在干嘛？吵得要死。我只说过我有，别告诉我你要睡觉了。地震，那我再走。难道雷丘只有电系攻击的？低奈，十人，
那么我只需要把它放在我的那啥 deny 的收个范围之内就好了。我操，太巨了，带 waterfall 的。那么我有 sturdy， 哎，还不用触发 sturdy， 然后果然是 miss 了。哎，这是非常麻烦啊。好，三个 punch。啊，我的 fall。那么赶快可以收割了吧？那么读博总是最好的选择，因为，都是 neutral 的攻击啊，读博的伤害比较高，读博好像是95吧，隐丘好像只有80还是多少？应该可以收掉。啊，果然是收掉。那么我不管你了，我就直接打了。哎，不对，我应该挑拨的，其实，我真的应该挑拨的，但是没什么区别了，因为我不想吃他电磁波。雷丘的问题就是太慢了，用这样慢比这个电器这么慢的没什么用。Flareon 没有火烛呀。哎，烦了。好，再一波赌博，应该两发可以带走的。啊，火推啊，没问题。应该死了。我操，这血掉的真他妈快。这没问题。哎，地板还是比较轻松的。哎，他把自己推死了，好吧。好，那么还是比较轻松的。哎呀，我的，哎呀，还是不清醒啊，一大堆错误，这打的真是浪啊，然后我估计也得差不多起床了吧。如果有趣的，我就会给大家看我，哎，中，但是我这两天也不一，真的估计没空来打这个了，不录了吧，好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